比赛的过程当中，哎，有没有一些有趣的事可以跟大家分享？有趣的事就是，我每个礼拜都要想出一支舞。哎，那这样子的话，你是从哪里开始训练的？从高中就是这样子，每天都要想舞，每天都要想舞。对，就是高中给我这个环境，然后让我这么多就是这么多的这样子。哦，所以。因为高中每天这样子强力的训练，所以你可以造就一个礼拜就可以练一支舞蹈这样。对，那真的很了不起。等一下是不是也要留下来帮我们签名，对不对？好的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那等一下各位想要跟冠军队伍握手签名，请留到最后。谢谢 Street Party。哎呀，太精彩了。